格爷爷住在高高的塔楼上，他的下巴上只长了一根胡子，这根胡子平时卷成一团，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。一天，尼格爷爷听到远处传来音乐声，他吹长了自己的胡子，身体沿着长胡子往下。原来是小鸟咪姆在唱歌，尼格爷爷站在旁边静静地听。听，咪姆唱得真好听，十只刺猬们咕噜咕噜地滚过来听。站在外圈的小动物看不到咪姆的表演了，大伙闹哄哄的。尼格爷爷生气了，尼格爷爷的长胡子伸出去，捆住了刺猬们、青蛙们、兔子们、老鼠们、小狗们、猴子们、狐狸们、小猫们和小熊们，大家动弹不得，都安静了下来。尼格爷爷说：“我有办法让大家都看到咪姆的表演。”尼格爷爷的胡子慢慢地往上升，咪姆稳稳地站在胡子圈成的窝里，升到半空中啦。尼格爷爷让大家都站在他的长胡子上，大家在半空中唱歌跳舞，真开心。讲一讲你的数字故事吧。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